航马会短途锦标一枝独秀第二本四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维港智能内栏应声弹出啊，咁啊见到外边嘉应高声闸闸声走上去啦，咁啊最出仲有合伙奔驰第四位，电器骑士第五位，加州星球第六位，内栏美丽第一，出边红衫大面箍仲系贤者无敌啊，后边嗰五匹马幸运有你啦，骄阳名区紫色衫响尾四啊，后边三匹的爱心陆续无限啊，暂时殿后系威力奔腾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啦，前面放就系维港智能啊，外边咬上嚟就系呢只合伙奔驰啊，跟住个第三位有嘉应高升，第四位就加州星球啊，第五位嘅马仲系电器骑士啦，内栏第六粉红就美丽第一，响外边仲系贤者无敌啊，骄阳名区紫色衫移咗出嚟中档啊，后边四只幸运有你的爱心陆续无限威力奔腾嚟噶，好啦，正进入直路啦，前面维港智能仲有少少嘅优势啊，中间合伙奔驰追佢，中档位置嘉应高升三几步已经上嚟啦，咁啊再后边嘅马美丽第一沿住个中档上，出边贤者无敌，最出仲有只骄阳名区，最后100米认真扑落去，嘉应高升收姜赢二级赛呢场相当轻松啊，第二名嘅马咧相当近啊，埋边上咗嚟的爱心，出边骄阳名区，至于第四名嘅马咧都要影噶。贤者无敌同埋美丽第一啊，咁啊结果呢只嘉应高升都认真厉害啊，出道计埋呢场赢到第八场头马，上场赢二级赛，今场赛事减磅嘅情况之下，一样再赢二级赛，捧走中银香港私人银行马会短途锦标。恭喜曬嘉應高升，咁啊捧走今屆嘅馬會短途錦標啊，都係行過嘅姿態贏嘅。跑第二名咧，入邊的愛心；第三名出邊驕陽名區；第四名壓落去嗰步，會唔會入邊先啊？以貼欄都係著數喎，似入邊高啲啊！哦，加州星球啊，失望喎、啊，佢唔係好順喎、啊，入轉彎入到嚟直路嗰下，佢唔夠快啊！所以一路騎就變咗要跟住維港智能，佢唔放就未必係佢最佳跑法啦。